你可以什么？你收袂出？四小腿啊，来，你睇下叫啦，我想要卖只，五斤的叫啦，我想要卖只，我想要卖只上好只鸡腿哦，你，啊，手腿啦。哦，你这样子的配方。啊，这你也四零个，你买只鸡腿当啦，全熟的，这拢免煮啊，全熟的啊，拢免煮啊，爱食麦克风，麦四百，食麦存台，先加钱的三包啊。哎，三包啊。有两面食这个手搞放对，这大鸡，拢免煮啊，行好少微波搞些拢会使，哎，大。 两支哦，你三支哦，你大支哦，你拢知影，这本能大一支我偌济，大支哦，双只的，唔免五百四百三百，上面就是三百。哎，三百。有两只鸡腿的无三百，我一支够你啦，好不？我一支够你啦。我来讲哦，金龙三，这全部七支啦，我唔免互你开五百，开四百，我俾你三百了啦。你若今日搞咩三百，我来讲啊，我八支哦你啦，我九支啊，一个人加装包啊，装来啊，十几支哦你啦，来三百上面就是三百。哎，三百头前啊，这是了。 够两咩啊？无三百，够个一百啊！你讲你一支鸡做啊？伊个正用十支，还加一支来送个，你看有没有咯？够两咩啊？无，我可以话，一日还够个。够两咩食啊？无，真正好食啊！你一支鸡腿大鸡啊，倒落来啦。我来讲话，一包我就四个人加啦。因无搞咩，佮一包鸡腿，你当个食好卖啦，绝对无你浪费个啦。百块我话落去啦。来百块，食好卖，真好卖，真好吃，百块。来八块，去食好卖，全熟个，百块俩。 够两尾食好嘛？无一百五。这百货，这大件个规定啦，人一支卖三十个，那是量大啊，一家家收入啊，甲出一下价哦，啊，大家欢喜个，真个啦。够两个人加百货好无？卖去老街啊，靠个你讲卖，真正好食啊，我袂来卖，这全熟啊，这当个微波烤箱就会使食啊。诶，这嘛卤个，这嘛是百货够两尾啊？哎，老钱哦，老钱哦。这个就是真正甲你骂完，卖我老钱份哦，百货咯，真的没有了。 这鱼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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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鱼啊
500，免400，300来。来，三包。六百给你，七百给你，看他谁。来，二四六七，八百给你，九百给你，再全部十百。有够我给你买两份，若无够先全部一下，我买一份好啊。这十尾这个赤鼻啊，虾鱼啊，唔免500，免400，先给钱300，上面吃300。来300，来300。300好，两边吃赤鼻啊。我来讲啊，全部两个注意听啊。一个人买一盘同一针，绝对给你俄罗斯杂志专工炸两手，要来刀人哦，你才会放心怀疑。先给钱的人给100啊，100块啊，100块。装修啊，全部修啊，装修啊。一个两个啊。两修啊，你只要算啊，100啊，这边人修拢很少啊。100两个啊。100块来了，100块。来了100啊。来，你先坐哦。100咯，来要吃赤皮，来要吃海鱼来100咯。4尾、5尾、6尾、7尾，给你8尾，给你9尾，给你10尾。这爱抬，这当然简单抬，100了。来，来个两个吃赤皮来，给你送着100块。4尾、5尾、6尾、7尾，来8尾，给你9尾、10尾，100个两尾也够100。买着绝对给你赚着的啊！来100个买来无？4尾、5尾、6尾、7尾、8尾，来9尾，给你。来十尾100咯，来个要吃皮来无？100100，一尾三尾，来4尾5尾，来6尾7尾，来8尾，互你9尾10尾，100个两尾来无？啊，遐若无就收后壁啊，100个两尾食吃皮来无？哎，100啊！这你用疏通啊，你用煎的，你食好嘛？一块你会掉嘴进去啊？100个要来无？100，拢有啊，都有咯，好来收。行。而且花枝牌。哎，我想要先，哎，百分之百先来，好。
一包八百讲完，剩一包有人买来无？三百、五百免一百尔，剩一包有人买来无？一百块，手工的包肉讲完，一百块。啊，我。谢谢。来，不要紧，大卖过当卖。来，有人要食这一包无？一包是小龙汤包，一包内底有二十粒，电锅脆脆的，足好食。早顿宵夜，凊彩你三百、五百免两百了。来两百啊！一包够十二，来两百块。有人要食两包？两包。还有一摊八嘛，两百块。哎，两百头前啊！大哥，你要买几份东西哦？你做好起来了。先来啦，我卖你两份啦，卖三十几包啊！我来讲啊，最后两个摊八嘛无啊，两百块怎吃啊？够两百了无？啊，无安尼啦，四个人给你啦，到今麦够，到今麦够，麦买过我的摊八两个试吃，看卖一包，一包。哎，一包啊，吃够买啊！吃够买啦，最后一包一包，吃起来啦，一百块了。够买只摊八一包的无？哎、欸，买啊！七八个人买来无？摊包啊？有啊哈！几号楼？几号楼？来啊，恁买七包。七包给你看一下，百分之百原肉写伫遮，百分之百原肉，吼，恁厝的人买原肉当去吃。啊，几包无骨头的韩式炸鸡，无骨的哦。一包我来讲两包，两包四包，唔免四包，三包好包，鱼啊互弄做唔免。你要食百分之百原肉，一个人买一份新价钱，两包好我了。来两包。我只俗话，大家只两百块了。有人要食韩式炸鸡，百分百原肉的无？两百块了 ，OK， 放在后面了。有人要韩式炸鸡的无？两百块啊。阿姐。好。百分之百原肉，一包卖恁一百俩，免考虑啊，真起来啦，韩式炸鸡啊。我给原肉来卖恁，我还讲啊，我一包卖恁了，三包啊。百分之百的万八，写你顶款了。全部车七个人给落来，两百块。两百块。有两百只韩式炸鸡无？两百块了。你，两百只啊。后边捞薯条啊，布丁酥，准备好啊，姐。来，够两百只迄个。炸鸡啊。韩式炸鸡够两百啊，无两百了啊。两百。我要迄个薯条加迄个韩加迄个什么布丁酥，你先找找，姐你睇下佮。韩式炸鸡冷包肉了吗？够冷面了，两百块有一包。冷包，有啊，都有了哈。来去啊，一起有人走哦。我给我先卖好不好？我想要先卖这几尾鱼啊。有人要吃乌鸡汤的煮汤无？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新价钱的五百了。来五百啊！这么高哩，真给力啊！这么高哩，这么高哩，一个人给装包来五百，上面吃乌鸡。五百，五百。有人要吃乌鸡无？五百块。厉害啊！厉害啊！五百，有人要吃无？五百。来五百啦！五条皮啦，五条皮啦，来，右上左下。四百一个人给八台拢无啊？四百上面吃四百。四百，来四百啊 ！OK， 四百。来啊！要加冰加无？来，再来。有人要吃这个？章鱼脚爱吃，卖一千，卖八百、五百、恁三百了，这条够哩。这条够才是三百，这条够哩，三百有人要吃无？这条够哩，这条够哩，一个人给两个来三百，上面吃章鱼脚。三百来。等下，我再给一条，后边要摸个，这条够哩三百。后边无啊。我卖了剩啥物？他回点嘛无啊？三百够哪位来无？三条啊，四条五条啊，六条七条，搁一个人卖三百，啥物来？来三百啊！章鱼脚太酷卡。够哪位来无？上面。阿姊啊，这五条，这六条全部五厘啊，等于两分减一条，吃了吃了，我一个搁继续行啊。没吧？我罢了啦！不再说了。减一条了哦。这你吃起来也是好，你个包包送我，你个亲戚好多朋友哦。我记啊，是不是？我到顶个清清啊，我还卖这尾鱼啊，你吃啊？你有人要吃这尾鱼啊无？你有人要吃这尾鱼啊无？这尾叫金青啊，几尾无钱，爱吃卖一千，卖八百、五百，啥物事啊？几尾够你啊？几尾够你啊？我来讲话，先给钱，我给一尾啊。一尾卖你一百二十五，几尾拢无钱，吃了肉丁你起来，几尾拢无钱，先给钱，我给一尾怎啊送你？五百啥物啊？五百块。五百。有人要吃金枪鱼无？五百了啊。五百。五百块啊。有人要吃无？来啊来啊，吃袂了你买三杯好啊，三百啥物啊？来三百。来三百啊。这上钱包啊，三百啥物吃金枪啊？啊多啊，只要五百了，五百。来有人要吃金枪无？三百。三百。三百块。沙巴，
七百块哩，七百块哩，五百装备，来，搁上一块哩，先给钱四百咯。来，四百块钱啊！一百钱四十条爽。很不好，我这个用户，这个用户感觉。行，好，先生嘿，后边，后边，后边。恁这人家注意听啊！我即摆要介绍，这是最好食。你若到后边钓迄个啥物啊？迄个韩式炸鸡的人家注意听，这包是薯条，黄金脆薯啊，一包百五，两包三包，要食薯条卖三包，卖米啊，我先给一个两包我。来两包。有人要食薯条的无？两百块的薯条。哎，两包。你要包不要？今天你拿薯条买两包，我要歇困啦。OK。一包有够贵的，比薯条加贵，新粉加贵足贵的玉米布丁酥。哦。一年外前，我甲这支产品停下来，是厂商把我气甲足咸的啊！我还讲专工要搁上你，我今天加好的给你，我搁加一包玉米布丁酥给你，全部四个人加两包薯条，一包玉米布丁酥，我搁加一包你。两包玉米布丁酥，全部四个人个，你吃吃，你绝对过来，两百了。来两百啊！两个。来两百了，两百个。三个。哎，两包。最后一个。四个。可以后边我四个。两包。小看吧。今年三分哦。最后一个不要了。哎，两百啊！真的剩下最后一份，要不要？两份。谢谢你了。啊，这今天点的东西真好吃，两百块呢。那边有人要吗？谢谢了哦，龙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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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绝对有了。哎，你真好吃啊！阿姊，给你开口。